真的很秀，我没看到。离开家里也是依依不舍，然后工作的时候也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也会落泪，对不对？对，其实就是有了孩子，我真的是人生就是不可能再一样的，跟以前，然后那种牵挂啊什么的。对，现在也没有时间聊妈妈经了。不过，对，我觉得这今年特别很奇妙，就是当了妈妈，然后又有新的专辑要推出，然后真的是说是两头烧，可是我确实觉得怎么讲呢，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可还可以唱歌给大家听。是是，而且唱片公司也待你不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想媒体也是记者会有这种 LED 拉门的。真的哦。对呀、啊。对，好像。然后下午两点还供餐的，你有看过吗？哦，真的。菜非常的好，你一定要可以去绕一下啊、哦。其实都是你赚的啦，你办公室赚的啦。没有。先回馈给大家。没有了、哦。所以这就是感恩的心态，对不对？我们岁末年终也代表我们要感恩大家的照顾嘛。像尾牙的。对，像尾牙的概念哈、哦，那你要捐多少？五十张专辑。是 OK 好，两件事。但是感恩节有很多感恩的对象啦，比如说，我想将来菲菲想象一定长大以后也会很感恩这个妈妈，怎么疼？你自己一定也想到自己的家人嘛，是唱到感恩节。对，你刚刚好像有听到，其实这首歌啊，就是歌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很感谢这个词曲创作人菲菲，她好像也今天有坐在台下，她的歌词真的写到我的心里面很多很多想说的话，然后包括。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所有你给予的一切都是我无法偿还的最幸福的亏欠。那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也觉得我对我的妈妈真的是如此的明白，就是妈妈给孩子的那种爱是如何的不需要偿还但是也无法偿还的那种可以给予一切的那种爱，无私的爱。对，所以I love you, 爸爸妈妈，谢谢你。OK， 太可爱了，好，拜拜。